今天有哪些事儿？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儿。所以今天有哪些事呢？请看小黑屋。Thank you.
一个一条龙。没有吗？上次我们还说一条龙那什么，你记得吗？那个衣服。他问我在问这些英语单词，声音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变声器。妈妈从小就告诉我。把他打了，他那个字体打了。妈妈第一次跟我说起她年轻时的梦想，是我第一次跟她说我想唱歌什么。我脱了。妈妈曾经梦想过当画家。莫奈。到了26岁时，你问我。还有悬崖断了，悬崖断了。后边吧，还有你。哦，还有我压火哎。小宝哥，直接了，小宝哥。小宝哥，压火了，压火了，压火了。压火了，压火了。像幸福号，那是最简单的微笑。梦想起航，就算是风浪滔天，也要大声歌唱，不怕前方有太多险阻。抓紧了，什么都没想到。发现了，发现了，发现入境，入境，入境。这是你们的站子，入境不要。三个人可以商量，但是不允许使用手机。我们用 OPPO TFBOYS 第一版的片头中要为彼此疯狂的背景王源，哎，你帅哥，这一张真的。再来做一张，二十分钟。快闪 MV 第一场第八次，两次赞助是吧？最后一个，我，对，弟，三个人，你的胡爷爷是那个，还有梦想强烈新选手是吧？我连什么？第几期开始？第二期吧。第二期那我跟你讲，这个我来分析一下，当时没钱，公司没那么多资金。扫地一套，白衣服一套，还有一套，还有那个城堡顶上。对，那套，那个小睡衣那三套。姓名符号中没有注意到，不是这个。是你没看过？这次 bug 了。现在我们一看就知道了，哎，其实可以看一下，他这个舞是我觉得我平生跳的最好的舞，我跳舞没跳好过。他最后横看的时候再算，把我们三个数掉，哦，就八个，好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我高考的那个王源就是多少下？谁？好，一百扇子，这不知道。是，黑色加粉色，黑色，我是粉色加白色。粉色同学，黑色加白色。哦，灰色，对。跑，差点被车撞，所以就他一路跑过来。没有跑过来，不是吗？打到台湾时间，这个
不是，我们是晚上的空间，就是晚上。六点还没黑呢，当时我们对九点九点，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人接呢。那我们开场已经九了，好吗？已经很黑了。哎，不是，皮下当然是不是？天使，天使跳舞。皮下只有一个。对呀，对呀，这是错的。然后三个人选了五个实力的番茄和瓜，对。那个这个小精小精灵当时本来是要到了上面去做没有吧，没有吧，当时上了个反正没有按台本，好心方法睡不着觉，就这种吧，我要手机啊，我也是耶，对不对，我也是耶，碳水必须怎么办？我肯定啊，不及格怎么办？什么呀？什么什么？打你呗！我不是的，应该是。但是舞蹈很好的。这个没看过，现在这个也没看过。好多都没看过，现场视频就在现场了，我们已经做到你动态，来做到视频级了，我可随意了。哎，跳一下，导演，导演，跳一下，导演。跳到炸弹那块，炸弹，炸弹，炸弹，后面，后面，炸弹，炸弹，后面，最后，最后，跳后。对，还是的。好，放一下，导演，导演，放一下，放一下，放一下。噔噔噔噔噔，这个本来就没播呀。我把车超过去，还是我把车？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。2023年的8月6日是星期几？谁往后播啊，导演？不知道在哪出现，2023年好了，下一个问题。